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那我们继续玩揭秘奇遇呢。日仙楼才是那个吧，就是我们的剧情的地方。我们先走左边好了。哦，增强小孩糖吃恶霸，承接啊。但尾随的男子，哦，一次只能接一个。恶霸感觉是这个，那个红色在跑那个。正挂。初四，初五吧。代表十。十五啊，十五，他比五，那我要比。然后我们再回去就可以了。他吗？没闪过，瞧你多大胆子！怕了吧？别小看咱们。嘿，那狂，去你的！我倒下吧！倒下吧！没闪过，兄弟，我怕了吧？别小看咱们。杀！有机可乘。死！死！死！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死！杀！死！破！接招吧！破！罢了吧！别小看他，没闪过！杀！死！死！破！嘿！破！死！放马过来吧！破！让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倒下吧！死！死！杀！破！破！罢了吧！破！别小看他，没闪过！破！死！一点都大意不得！哎呀，太疼了！越疼轻点！可恶，没闪过！破！一点都大意不得！越疼轻点！怕了吧？别小看咱们！水能穿石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！越，
放马过来吧，疼，让你试试我的厉害。怕了吧，哼，别小看咱们。疼，轻点。哎，有机可乘，轻点。这多大一步呀，怕了吧，别小看咱们。疼，轻点。疼，轻点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杀！疼，轻点。水平开始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别小看咱们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杀！疼，轻点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疼，轻点。疼，轻点。太大了吧，别小看咱们。开始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找你破绽百出的。疼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杀！可恶，没闪过。怕了吧，别小看咱们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疼，轻点。水平开始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疼，轻点。杀！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疼，轻点。怕了吧，别小看咱们。哼，疼，轻点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杀！杀！疼，轻点。哼，疼，轻点。疼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杀！太大意了。没闪过，哼，破！哎呀，太难了！水平开始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有机可乘，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你是为打架才找茬的？傻小现在有黄瓜了。这边还有东西吗？看起来没有了。把电缸先整个打。这个游戏支线实在太多了。钱可以拿，
这边没办法。好，这边还有敌人，是不是？从那个导航再打一次。阿宅的情书，没钱啊，10000块也太扯了吧。好可怜哦，被拒绝了。喂喂喂，别乱给啊。然后这边应该没人，欸，怎么有敌人，敌人在这里，然后整个打啊。这个是最难打的。
快转。终于打赢了，打超久了。哦，原来他们是有额外剧情的。哦，真的赞，这应该不会有了吧？哎，这个可以打，可这个好像点不太到哎。我的。专吃小孩的恶霸，陈塘，我去找什么黄瓜剧情。广告片可以干嘛？煮菜吗？对，要给冬枣给那个糖葫芦的。好，快传。好，我们来开这个道具。这边宝箱弄什么内力开？不过已经快没了，这可以开的吧？还是不行。有这么硬？好，读懂。好，我们进城吧。哦，还不能进去啊。所以要糖葫芦是不是？这个搬到哪里？好了，所以这边应该差不多可以走了。因为这边好像还不能进城，有些东西你也买不到。好，走吧。啊，怎么突然有剧情啊？正卦，哦，正堂，囚禁房的应该有一个四个吧。杜康，哇，好，独挡，好，重新，
然后药铺应该是另外一边的。药铺应该是这个。好，我一样先存个档。废伞，当然不是盆长康木啊，青囊树啊。煮面的时候不要加太多酒。OK。然后我们先完成那个，等那个私奔的那个女生。应该是这个。哇，真的完成了、哦。OK。可是这三个我还没有。好，我想去回去找那个公子，我们快转吧。好，这个。结果直播的话，正冠倒满的话，他就说你是鸿福齐天之人，就这样。所以鸿福齐天的话，彭家俊 我就可以得奖吗？好，快走。好，我们来参加比赛吧。就这样，找何总管理钱。好，我想刚买糖葫芦的时候。我们来帮他打开吧。好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喜欢我们相关的频道，只要放图片和小订阅，也欢迎到我们站的站追踪最新的消息。铃铛记得打开。好，谢谢大家支持收看的啊，谢谢，拜拜。